非常感谢啊！我没想到下雨还来这么多些人来听啊，很多我一看都是我们的老观众啊，非常感谢大家。那个今天给大家报告题目呢，叫《北京城胡同与四合院》。那么做这个选题呢，是因为呢，这个去年呢，总书记到北京来视察工作，视察工作的时候呢，他说呢。北京呢是世界著名的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要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他说这是我们首都的职责啊，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传承好历史文脉，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实现保护。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到北京来，无论是在这生活、居住、旅游的人，都应该了解北京啊，因为你只有了解它，你才会觉得这座城市可爱。今天呢，我们讲三个题目。那我们这今天上午，第一个呢是北京的旧城，那就是二环路以内。第二一个呢，就讲一讲里面的胡同。第三呢，讲一讲胡同里边的四合院，我们是层层递进。北京的旧城呢，就是今天的二环路啊。那么好多人问我说，北京有一环路吗？原来北京有。那最早呢，北京这个城啊，先有的叫内城，内城呢，咱们叫内称九门，正中间是正阳门，然后左边崇文，右边宣武，然后东边有朝阳。西边有阜城，然后东直门、西直门、安定门、德胜门，这个叫内城啊，内城。那么内城里头呢，原来呢有皇城，皇城里边呢还有紫禁城，所以人说北京是城套城。后来到明朝嘉靖年间修的这个外城，修外城的时候本来想啊把这个内城全包起来，全包起来啊。而且呢，那时候还觉得北边有北土城可利用，那东西呢可能包的范围小一点，但是呢也可以包起来。但是呢，刚修到外城的，那这时候就感觉工程太浩大，就城越往外套，工程就越大，所以只修了现在我们称为外城的，就是原来的崇文、宣武这个地方。那么外城有七个门，正中呢是永定门。然后分左右，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安门，明朝叫广宁门。然后东便门、西便门，外城有七个城门。那么原来这个以后我们拆了城墙，就把这个北京这个旧城啊叫二环路，现在就称为二环路。那么原来的一环路呢，专家们考证呢说最早啊就是皇城，说北京这个大城里头。内城修完之后，里边皇城啊，修的时候皇城啊，和这些城都不一样，和内城、外城、紫禁城都不一样，就是内城、外城、紫禁城都是用城砖砌的，都有城的建垛，只有皇城也是用城砖砌的，但是它上面铺的是黄琉璃瓦。是个院墙，就像院子似的，像个院墙似的。当时为了保护这个皇城里边的安全呢，在皇城外边呢隔了一条路，那就是隔开点距离，就是你离我这皇城啊远一点，那留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据说马车都可以走，轿子都可以走，有点距离。原来环着皇城这，有人说是一环路。北京的一环啊，要插根儿从这儿插，但是作为公路的时候，据说那么一环路那么到民国的时候作为正式公路了，据说呢是从天安门那出发到东单，然后呢这边呢经过东四到平安大街，平安大街一直能到沿着平安大街到东四十条，东四十条这一直能到平安里，从平安里再到西四，再回西单，再回天安门，就大一圈了。人说这是公路的
一环，就是有路的一环啊。后来解放到50年代，还真想建一个一环路，当时设计方案叫城市回廊啊，城市回廊，城市回廊怎么设计呢？选了4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5号线的北新桥到这个瓷器口，从瓷器口沿着这个两广路到菜市口，从菜市口向北到新街口，啊，原来大概是想修这么一条路，啊，而且原来计划还走这个小无轨电车，啊，所以这个回廊呢，也有认为是一个没有实行通，但是有规划的一环路，啊，但是甭管怎么说，皇城拆了，那这个城里边的这个回廊也没修，那所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叫一环路。那现在旅游有一个一路是几路车呀，那就是从故宫后边到天安门前面，那有人说那是一环，那但是都没有明确。但是2环、3环、4环、5环、6环是非常清楚的。那我记着修到6环的时候，当时就把各个区县的县城给连起来了。当时大家就想说，别叫环路了，叫京郊一号吧。但是后来想来想去，还是北京的特点，还得叫环路。最近呢，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又想呢把北京周边这几个城给连起来。那你像我们北边的张家口，那东北一点的承德，那再往下到廊坊，到保定，那么这几个地方要连起来。大家说叫七环好，还是叫什么？那么还想把它给连起来。那么我讲这个目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北京的发展都是以北京这个旧城为中心的向外发展，那都是以北京这个旧城为中心向外发展。所以在今天北京京津一体化大发展的时候，我们再来看我们这个旧城太重要了啊，它的发展太重要了啊，因为旧城啊，它的保护和发展现在必须有一个新的观念，这个新的观念就是必须整体来看旧城，不整体看，我们在建设中就会出现好多偏差。出现有偏差没有？大家说有。那前两天我到坐地铁，坐4号线，西四那儿有一站，西四那站一出来，哎呀，新修了个牌楼，牌楼上写着行义，牌楼上写着行义，行动的行，道义的义。我就想了，这行义跟谁对着？义应该跟人对着，北京城讲究啊。刚才我们看到了，它左安门右安门分左右，左边是文，右边是武。这个文呢，讲的是中国的文化。文谁最棒了中国？孔子，孔圣人呢？孔圣人的文化用一个字就概括，他讲仁，仁爱，仁义，仁，一个单立人两横仁。所以这个仁，文在东，在左，仁一定在东。那么右边武，宣武门，武讲谁呀？武肯定超不过关羽去，因为他是武圣人。关羽的文化，说句实话，最核心的也是一个字儿，和孔子一比啊，那叫武圣人，这叫一个文圣人，一武圣人。武圣人也一个字，义，道义的义。那关羽桃园三结义，讲义气，忠义啊，上升就是忠义。所以西城区立着牌子，没错，行义，义在西边。后来我就想，那人呢？人应该让东城修啊，但是东城没修，为什么？西城和东城不是一个区啊。那东城是一个区，西城区最典型的西单广场那儿立一牌楼，我去看去了。西单牌楼写着“詹云”，前瞻的詹，云彩的云，人在西单广场那儿立了。我就想，东单也应该有一个呀。为什么叫东单呢？原来叫东单牌楼，西单叫西单牌楼，各有一牌楼啊。人家把西单的牌楼修了，叫“詹云”，东单那个叫“旧日”。这都是出自《诗经》里头的。啊，你这没有啊？东城说我没地儿，我不建设。那你看，一个北京城分成两个区建设，没建设好。那文化不对称呢，
然后我们对称的，我们有左安门、右安门、崇文、宣武，还应该有仁义，是不是？最早啊，元大都在北土城这边有两个城门，那一个啊，这个元大都的这就是现在的东直门和西直门啊，元大都的城门，元大都东直门叫什么？崇仁，仁义的仁。西直门文化大革命前，我们拆城墙前看见了。啊，在那西城墙里头包着呢。那和义门，啊，一个文，一个人，一个义，这是老祖宗定下来的。现在你怎么能修了义没有人呢？是不是不平衡了？所以北京城的保护越来越发觉，它必须是一个整体，啊，必须是一个整体，整体保护。那这一个旧城就是北京核心，那城市的核心功能，核心功能就体现在这儿了。北京城的文化风貌，那都体现在这城里头了。那所以我们今天简单的给大家聊一下北京城。那北京城是值得骄傲的，哪些地方值得骄傲？那你看啊，人家很讲文化，天南地北，天坛在南边，地坛在北边，日出东方，月落西方，啊，日坛在东，月坛在西，天地日月之间的北京城，天地日月之间的北京城，完全在大自然当中啊，那天地日月中间的北京城，北京城不是孤立的。那我们看看北京城有哪些特征，为什么值得骄傲？那我记得开奥运会的时候，那当时有这个记者来采访我，那说李老师，听说你是研究北京的，我们听说北京刻着中国两个字在哪儿，你带我们去看看。我说北京刻着北京城在地安门那点，那老人们见过。我说刻着中国这俩字啊还真有，但是呢没法带你去。我说带你去啊，咱们得坐直升机，不是坐汽车也不是坐火车，得坐直升机，得从空中看。在哪儿？后来我给他讲，我只能通过航空的图给大家看。那中国的中在哪儿呢？刚才讲了，皇城里边还有个城啊，叫紫禁城啊。紫禁城就是我们今天的故宫啊，故宫有四个角楼啊，是不是？然后中间呢有城市的脊梁啊，中轴线呢，哎，中轴线从皇宫正中间穿过，这是什么字啊？中国的中啊。中国的中写在哪儿了？写在北京城了。但是呢，你站着你看不见，坐在直升机上就看见了。哎呦，外国人说怎么古人是怎么做的？那古人的这么大的这个智慧啊，那能把中国的中刻在北京城正中间？我说刻在了吧？那刻在了。那中国的中，那另外一个呢？我说从空中一飞，我们当时啊是80年代，我记着那时候我在党校那个楼里工作，我们楼上有一个北京市规划部门的，那他们叫做航空遥感部门。后来航空遥感部门说给我从空中遥感之后拍了很多图之后跟我说，说惊奇的发现呢，北京城不仅是有中国的中，那还是两个龙形的水系，那有一个龙形的水系，龙形水系就是我们北京的西城区这六个海，那南边这个叫南海，这叫中海，这叫北海，什刹前海，然后什刹后海，那从银锭桥过去什刹后海，再往那边什刹西海，那有人说叫积水潭，什刹西海，六海。这六海呢，这个南海据说是明朝挖的，那明朝给突出的。明朝为什么呢？觉得这个水呀，那就缺一个龙形水系的龙头，所以把南海挖了。南海这点是新华门，这个地方可重要了，叫瀛台，南海的瀛台。南海和中海合起来，我们现在叫中南海。那你看这中南海啊，里边主要是水，那中海一大片，南海一大片。开埃佩克会议的时候，那习总书记那这个跟奥巴马会谈，选的地方就选的这个地方。那为什么选这个地方？我们一看，这个是龙的头，这是龙的身子，到这边甩出是龙的尾巴，那是一个龙形水系。那为什么管叫龙形水系？就是这一片水组合起来像个龙，因为中国人呀，把水啊老和龙联想在一起，
那所以就称这叫龙井水系，以致我们建设国家奥林匹克公园的时候，那又开辟了一个水系，也叫龙井水系，基本上是参考北京旧城这个，那从这儿得到的启发。那么这点是龙头龙身子，有人说今天的北海公园白塔就是龙的心脏，那龙的心脏的地方，那所以定北京的时候是从心脏这开始的，是忽必烈到北京定元大都的时候，他就住在这个琼华岛上。那么这个水系还表示了北京是帝王之都古代的特点，这个特点就叫做一池三山，就是这一大片皇家水域，北海、中海、南海里头有三座仙山。大家看，三座仙山，那北海的琼华岛原来是团城和这个中海的，这叫太液池。到明朝了呢，又拓充了南海。那么这三座仙山就更明显了。这三个仙山是秦始皇定的，不是一般人能定的，只有皇家园林才能有这个布局。说这个自己当个财主当个官，想在自己家修个公园弄三山，那就出问题了。据说清朝大贪官和珅就犯了这个毛病了，他自己有个园子，据说他那个园子叫同书园，就在今天北大校园里头，北大未名湖那个园子再往前倒，那是和珅的私宅。和珅后来出事了，人们抄完他家之后，到那个他那私家皇园里一看，哟，园子里头敢堆三个小仙山，就这一条罪，据说就够杀头的，就叫大不敬之罪，有篡位之心。那这一池三山只许皇家园林有，咱们颐和园有，咱们圆明园有，那别处你不能瞎有。那你看看北京城的这些东西，都是中国其他城市没有的。那你不能有，那因为后期北京这是都城，这都是都城的特点，一个龙形水系。那么这边呢，组成了中国的中，中国的中讲什么呢？讲中国文化，讲中国的价值观。中表示中正，表示公平，表示公正。所以我们24个价值观，24个字的价值观里，是不是强调这个公平公正啊？这是根据中华文化来的，那这是中国的特色。那刚才大家说了有中了，上次讲完之后，有老先生说不知道那国在哪儿，我说那个国呀，就是北京城。这个我重点讲讲，你一定要听懂啊，一定要听懂那国在哪儿。那这是中，那我就不细讲了。故宫加上中轴线组成中国的中，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皇城的沙盘，这是在东城区那个昌蒲河公园那个皇城艺术博物馆拍到的。那这张照片你看，这护城河加上故宫，一个方方正正的一口子形，中轴线从正中穿过，中国的中，左祖右舍，左边太庙，右边社稷坛。那么大家说国在哪儿呢？那么通过研究，那我们来先看看这个国字儿。那这个国由什么组成？国呀是由一个方块和一个玉，这是我们简化后。最早这个国呀是由一个方块，里边是由一个或者的或组成。那么古书里认为这方块啊就是城墙，这城啊，这个国呀，古年间这个国呀和城通，不是和一般小城通，和都城通，就是作为都城的那个首都的那个城是相通的，这俩字可以互相使用，国和都城的城相通，北京就是都城啊。那么国字外边一个块表示城墙啊，原来里边是个或者的或，或怎么写呀？它先由一个戈就是古代的兵器啊，那加上口，人口的口加一横啊。原来呀，它古代这个国呀主要指的有城墙，有士兵保护里边的人，保护市民，围上城墙啊，有了武装保护人，让人能在城里头过生活，过市民生活，这是国的原意。后来这个国字呀据说简化了，什么时候开始简化的？
不是解放后。那么很多专家研究认为，最早简化的能看到简化字的，宋代给简化的。唐宋时期，尤其到宋代，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了高峰。封建社会发展高峰一个最大特点，皇权至上，哎，皇上最突出了。所以宋代简化这个字呀，还有这方块，就是还有城墙，那一直到宋代还有城墙，里边是个王，没有这一点儿。哎，那时候简化字看了好多字，大家不理解，一方块里头夹一个王什么意思？也念国，古代的简化字。为什么？意思变了，突出皇上，突出王，突出皇权至上。解放以后，这个字又改了，加了个御。这御是什么意思啊？御是政权，是那个大公章，皇帝的御玺，指那个就是城墙，加上御玺。那么我们进入现代之后，就是我们那大公章啊，扣着国徽那大公章，那，哎，这个突出了，那这个突出了，那国是有变化，那，但是从古代呢，他把这个国和都城相通，我们再看这个古文，他就明白了，古代叫则天下之中而立国，就是在天下的正中间选首都，选都城，这都城啊要陷在天下正中间。那有人问我说，北京是在天下中间吗？那我记得上次严先生讲说，我们中国人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看中国地图啊，就看那个陆地，就记着那中国像个，那原来是个大桑叶，后来变个大公鸡，就记着这一块了。海洋意识很差。我们原来啊给学生考试问中国领土多少啊，都知道960万平方公里，说中国海洋多少啊，答不上来。其实两个基本数要让我们的中国人都知道，一个我们的海岸线，一个我们的属于中国所属的海洋面积多大。这几年那南海东海，那我们的这个领海那建设越来越快，哎，大家有点海洋意识了，觉得非常重要了。如果你把中国这个版图再加上中国的海洋组到一起，我很少看画这种图，其实应该画这么一张图。你那时候再看北京，北京在中间，因为我们偏东，其实我们东边有海洋啊，那也是中国的，是不是？我们没怎么画。那则天下之中而立国，北京就在中国中间。那他然后又要求则国之中而立宫，就是在都城的正中间建皇宫。你看看北京都符合这两条标准，那在天下之中立的北京这个城，古城旧城，然后在北京城正中间建皇宫，这样我们就知道这国和都城是相通的。那么我们那个中字保持的挺好，我们这个城还要加强保护。那么考古也证明国和城是相通的，特别是《周礼·考工记》，他说匠人营国，那时候刚一学的时候，我说不对呀，让工匠修一个国，那是皇上的事啊，怎么让工匠？后来才知道，匠人营国就是让他修城，修都城。这个城方九里，旁三门，这个城中是九经九纬。你看，把这个国换成城，这个字啊，这个语，你倒更念得更清楚了，更通了。所以我就想说一句，就是城，古代的国和都城的城是相通的。相通的。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我们的北京旧城，刚才我讲了整体保护，我们现在任务很艰巨。所以在认识到，特别开完奥运会之后，我们认识到这个事情之后，我们要加强北京旧城的地标修复工程。这是文物局在北京日报正式公布的北京旧城地标修复工程，因为它和我们生活很密切，所以我要再说一下。那这里边白颜色的是我们已经有的，北京站这儿我们有一个内城的东南角楼，我们想修复西南角楼，让它对称，让内城的轮廓更清晰。正阳门我们有城楼建楼，那我们要有条件把瓮城恢复。
这是永定门，我们新修复了城楼，现在还差前面这个箭楼和瓮城。外城原来崇文想修左安门，他要修左安门，宣武说不修右安门，这不又马无分子了吗？哎，现在合了，合了之后这个事儿啊，哎，我说东城西城也别修了，由北京市统一。这样的话呢，要修外城的东南角楼和西南角楼。啊，那次金中都公园开放，我正好跟文物局的前一任孔局长在一起。孔局长看完之后，特地带我到这儿，他说我们在滨河路这儿留着空地呢，就是为了让外城的两个角楼的修复，那能够加快。啊，空地都留出来了。另外，作为地标工程还有两件，一个是老北京的天桥，那我们要复原，作为景观复原叫地标工程，还有地安门的燕翅楼，那我们要修复。那以后有条件了，我想安定门这儿也弄，内城的西北角楼、东北角楼有没有可能？那如果多一些，北京城的轮廓就更清晰一些。那这是新修复的，就是按照刚才那个工程完工的老北京的天桥，这一带坐汽车到天桥那儿就能看到了，那就能看到了老北京的天桥。那时间关系，我就不细讲了，到那儿看一看都有说明啊。已修复的地标工程地安门燕翅楼啊，这个地儿也值得去。那24小时书店，西城区最近脑袋开窍了，那区里领导说，西城修复的文物古迹一律交给文化，搞文化，那不注重经济，那不一定去想赚钱挣钱，那一定要记住北京市文化中心招标，中国书店招标成功，那进驻到燕翅楼，这是西侧的燕翅楼，东侧的燕翅楼正在装修，很快那也要开。那么这里边24小时书店，那我去了，我看大人带着小孩在这看书，里边取书可以看，24小时看，里头也有冷饮可以喝水，都没问题。那哎，这是燕翅楼。那么老北京城最要说的还是城墙城门。那虽然我们已经消失了很多，但是仍然是我们北京人宝贵的城市记忆。北京城墙城门什么样，我们先说说我们的正阳门，因为正阳门在北京城，就是旧城里头，它被称为国门，最重要，那最重要。它由城楼、箭楼、瓮城组成，那城楼连着城墙，这是马面就突出来的，打仗用的。那皇帝出巡的时候是走这个国门的，从正阳门城楼这出来，那因为再往里边就是皇宫了，那从箭楼出来，北京内城9个箭楼只有正阳门箭楼开门洞，就是为皇上出巡的。德胜门的箭楼你看是没有门洞，不开门洞，它箭楼主要防卫的，但这个箭楼呢，皇帝要从这出来特地开。然后前面有3座大石桥，这叫做正阳桥，皇上从正中走。然后有一个牌楼，这牌楼是说这个桥的，牌楼和桥在一起，原来我们不知道，闹笑话，以为这牌楼是前门大街的呢，错了。那这个牌楼是说这桥的，现在我们把牌楼修了，桥还没修，那就跟说把他的西服做好了，这人还没出，没打扮好呢。那这桥呢，因为护城河没了，护城河我们给填了，那这河也很重要。那现在越来越认识到这个水啊，北京啊，尤其夏天雨水集中的时候，这些河流就相当于血管，城市的血管，就跟人的血管一样，人的血管一出问题怎么办？你得搭桥去，是不是出问题的？那所以要把有一些暗河要变成明河，把一些河要疏通，有河就有桥，对不对？有这桥有这个牌楼，如果你光说这牌楼，说不清这桥的事儿，那文化不是完整的，不是完美的。那么我们看一看我们的国门，刚才讲了和国有关系，国门什么样，这是正阳门城楼的老照片，一个典型的等腰三角形。有小朋友吗？小朋友上学数学老师一定讲等腰三角形，等腰三角形最稳定，
什么最稳呢？等腰三角形。那这个城楼预示着国家的稳定，就像我们现在说稳定压倒一切，古代强调稳定，因为只有稳定社会才能发展，人们才能安居乐业。那么这个国是由什么组成的？由城门楼子，它代表国，国家有两个小庙，两个小庙，东边这个叫观音庙，因为观世音菩萨在东海普陀山，西边这个是观帝庙。那刚才讲了，五搁在西边，文在东，武在西，是不是？哎，那么观帝庙，观音庙是佛教的，观帝庙呢，应该说是严格说是道教的。但是这俩庙我们完全修的一模一样，旗杆、那大殿，还有这个庙宇，那你看一样，干嘛修成一样的？啊，哎，起稳定的作用，就是从古代文化里头就有，我们的宗教要适应国家的发展需要。那，哎，你不能跟国家对着，那，哎，是要一种和谐的状态。那么处在一种辅助的作用，国为大，教为辅，这么一个，这样就稳定了，是一个三角形的，啊，非常稳定的。那你看设计的多好。后来我们不知道，把这俩小庙给拆了，现在呢就光能看见这个城楼了。那所以建设很需要很多东西。这是老百姓走的闸楼，闸楼一般的城门只有一个，正阳门，因为它在正中，两个闸楼。再看看我们的牌楼，这就是老牌楼。那大家到前门那儿能看到牌楼，老牌楼怎么写的？正阳桥三个字，满汉文，里边看着我们的前门箭楼。我说了，带门洞的只有前门箭楼带，所以这个地方是前门外的牌楼，正阳桥牌楼，它是说那个桥的。那么正阳桥牌楼是这样的，解放初我们拍的照片，看三座大石桥，中间是皇帝出巡前走的，那一般人一般走两侧，桥和牌楼是一个紧密的关系。但是呢，有一段时间我们不了解，那时候领导说把古都风貌夺回来，那好多人就琢磨怎么夺呀，那修点文物吧，盖个大楼，顶上弄个琉璃瓦顶子，那以为那就是古都的呢。那我们东四人民市场，那时候就闹着这个笑话，到现在那非常难受。我每次从隆福寺那走过去，看到我们那个大楼空空的，那这么多年也不做买卖，底下是东四人民市场，上面他盖个庙，那是原来的老的隆福寺。老北京城讲究一个隆福一个护国，护国在西城，隆福在东城，这两块，一个表示国家安定，一个表示兴盛昌隆，所以老北京人管东边的隆福叫东庙，西边的护国叫西庙。那这两个是对称的，都是非常好的大庙，是很有文化的。但我们不知道啊，底下给人家盖个大商场，把楼架的老高老高的，把那个庙结果不灵了。那这也是这个修完之后改成前门大街了。这牌楼修完之后，那汽车司机开过去很担心的，怕撞了这个垂花柱。那当然他也是好心，为了让汽车能通过宽敞点，但是这个高度呢让司机也着急。那后来一瞧啊，这个牌楼有点不伦不类，干脆就拆了吧。所以假的就是假的，这个伪装应该剥去，那假还会造成浪费。我们现在重新修了正阳桥牌楼，正阳门城楼，现在牌楼有了，这改成正阳桥了，那恢复了。那箭楼现在还保留的非常好，那只是增加了白色的水泥檐。那这上半年我记得四月份有个外地游客给咱们市文物局给市委市政府写信，希望能开放这个箭楼。那前一段我们也去调研了，原来我一直以为这是汉白玉的栏杆，后来到那儿之后我拿手打开看了看，水泥的，100年前修的，1917年前后，到现在马上就100年了，水泥仍然坚固。后来我就琢磨，这个水泥有研究，它和100年前那当时啊，世界都步入到近现代社会，近现代社会之后，建筑材料上出现两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一个是钢铁，一个是水泥。当时法国钢铁比较多，为了悬浮用了钢铁修建了埃菲尔铁塔，屹立在
这个河边上，是不是？现在你看那塔还在，那说明那钢铁当时那个材料是不错的。我们当时用的是水泥装饰的建楼的窗户和这个栏杆，那后边还有马道，那还有栏杆。一百年后过去了，水泥依然很坚固，它水泥完之后刷点白漆，所以感觉原来一直以为是汉白玉的，其实不是。那但是它表明这个北京这个城市在逐渐的近代化了，那现代化了。那这个也很快也要开放，正在调研，那这个地方也要开放。前门大街，那大街开放了，那里边有很多的老字号，那老字号。那我们再说说一般的城楼什么样，说内城九门，刚才讲完正阳门了，其他城门什么样？其他城门有个城楼，有个箭楼，箭楼不开门柱，因为刚才讲了那个箭楼是给皇帝出巡的，其他北京内城的八个城门都不开门洞，它主要是战争防御的需要，都有一个闸楼供老百姓出巡的，供老百姓出行的，里面都有一个庙，基本在箭楼后头。这个形式你到德胜门那儿去考察就能看得很清楚，德胜门前边有个箭楼，后边有一个古钱币博物馆，这古钱币博物馆就是原来的寺庙，那这个位置。那这是老的崇文门，那这是老的崇文照片，当时沿着崇文门外环城有铁路，这个挡着这要过火车，那这时候人还不是很多。老的崇文门城楼，老的阜成门城楼，那阜成门城楼，那前面是箭楼，后边是城楼。这是东直门，那东直门西直门值得研究啊，为什么叫东直门西直门？那我们看它最大的特点在这儿呢，它的瓮城是直角，是直角，因为在北京内城里的东直门西直门呢靠北边，朝阳门阜成门靠南一点，是不是 啊北京城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咱们老的北京城叫做天南地北，天高地矮，天圆地方，地是方的，天是圆的，天在南边，地在北边。所以当时想啊，东直门西直门呢在北边，它属于归地，在地的这个方位，那么它的城门应该是直的，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崇仁门改成了东直门，那那边和义门改成了西直门。所以你要是能看到这个直角了，那不是东直门就西直门，而且保留这张照片一看，典型的东直门的照片。那上次在首博展览的时候，我一进去就看到了，我说这张是东直门，不用怀疑。那一开始他们不知道这是哪个城门呢，我说你看这个就知道这是东直门，那直角。那德胜门，那德胜门现在保留了，这个箭楼保留下来了。德胜门外原来啊住着很多那个回民，那我们改造德胜门的时候，我们还特别在路东楼，德胜门外路东保留了一个伊斯兰的这个教堂，那一个这个堂子啊，保留挺好。原来每个城外的都有一座大石桥，刚才讲了正阳门外的是三座并排，三座最大，原来每个桥外的都有一座石桥，都有一个牌楼，一般的城门外头是三开间的牌楼，只有正阳门外头是五开间的牌楼。那所以说到老北京说到哪玩去，到五牌楼，那就到正阳门外去，那肯定到正阳门外它有五牌楼。那这是安定门的，那安定门前面护城河，原来护城河都是自然的，水清，两边是绿地，那个土的，那这种着树，那这安定门箭楼城楼。这是永定门的老的城楼箭楼，瓮城护城河。永定门很重要啊，那所以开奥运会的时候，我们为了延长加强我们的中轴线建设，先修这个城楼，下一步我们要把这个瓮城修复。我们看一看，这是箭楼啊，永定门箭楼。永定门箭楼和前门箭楼没法比，为什么？因为中国古代社会啊是个封建社会，封建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等级制啊，要分很多等级，这个残余到现在还存在，那就等级森严的啊。
后来乾隆皇帝认为呢，外城和内城不一样，这个箭楼是乾隆年间修的，他说呀，永定门很重要，那表示永远安定嘛，那但是呢，要内外有别呀，永定门的建制都不能超过内城去，那要内外有别，所以永定门一会儿我们看到外城的角楼、外城的城楼，那你就会觉得它比内城都要低得多。这是永定门城楼的老照片，这是我们新修复的永定门，就是参考刚才永定门城楼的老照片。实际上这个城楼和前门楼子没法比，它比前门楼子要矮一点儿，也扁一点儿。那啊、为什么呢？就是内外有别。那永定门的规划，我们在永定门前面留下了永定门广场，我们这个标的地标工程，这个广场目的就是为了把永定门的城楼箭楼修复。那同时我们东边一个大的天坛现在也在整顿，西边先农坛，那让大家一进北京不仅看到北京的文化、北京的城墙城门，还能看到两个皇家的祭坛。那这皇家祭坛干什么呢？哎，提高北京的生态环境，因为我们人吐出的是二氧化碳，二氧化碳谁吸收啊？树木吸收，树木呢提供的是氧气供我们人来吸收，所以我们说这两个坛又是北京城的两个肺，那古代人说称这两个大氧吧，那给北京提供氧气的。那现在呢里边违章建筑比较多，那树在减少，像下一步的我们规划就是要把房，把这些给盖房子的要迁出去，恢复它树木，那恢复它树木。那实际上北京城永定门如果作为头，中轴线就是脊梁，这就是两个肺，那两个肺，那左肺右肺。那现在呢你房子盖多了，从空中一看不是绿肺了，里边有斑点了，啊，是不是啊？有斑点就人就有毛病了，那就得治疗了。那所以总书记说要治北京是叫得了大城市病了，那啊，所以要疏解，那要缓解，还要增加绿色，还要增加空间，城市的空间。那疏解的目的就要增加空间，增加绿色。那这就是外城的城楼，我们看看，这是老的箭楼，这是外城的，这大概是在这个广安门这个地方，城楼很小。那外城的城楼，那城楼很小，里边是箭楼。角楼，刚才我看了，我们记忆工程要修复这个角楼，角楼什么样子？角楼是这样，角楼都有特点。其实你要细看我们的角楼什么特点，最外层的角楼是两个歇山顶的组合加一个宝顶，但是它是灰瓦啊，铜瓦，那灰铜瓦。那内层呢不一样了，级别高啊，高大雄伟啊，这是在北京站前面拍的内城的东南角楼。故宫的角楼又提高等级了，不是在个儿上提高了，是在它的装饰上。你看它又是几个歇山顶的组合加一个鎏金的宝顶，是不是啊？就是歇山顶的组合加一个鎏金宝顶，但是它主要是一个景观了，那标志景观了。那这是故宫的角楼，我们这样把外城有角楼，内城有角楼，紫禁城有角楼，皇宫皇城没有。刚才讲了皇城的城墙是个院墙，院子式的墙，是有区别的。那外城内城有护城河，紫禁城有护城河，皇城没有护城河。啊，这是原来北京出城的大通桥，那我们能看到北京老北京站前面那个东南角楼，那这个呢就是东便门。那北京还保留没保留城墙？保留了，保留这段城墙非常重要，它体现着北京是都城、帝王都城的特色。这是我们在北京崇文门到东南角楼那这一带保留的城墙。当时我记着那时候修城墙想让大家捐城砖，我记着报道说捐了好几百万，到那一看，
这城墙还是不够。后来修城墙人告我说，这个城墙啊，吃砖吃的厉害，那基本上用的砖都不够。如果我们再造新砖呀，不行，跟它质量不一样。就老人造这个砖呐，非常坚固。那时候叫责任制，据说城砖里头很多砖上都刻着谁谁造、产地、人、责任制。哎，所以你看这城，这个城最早这是明朝修的，一直到现在了，那仍然很坚固。那你要不拆它，它仍然很坚固。这是城墙的马面，不仅高大，而且魁梧，而且魁梧。那你看这城墙马面非常高大魁梧，那它和一般地方的城墙马面是不一样的。那坚固魁梧，这是北京城的马面的特点。那特点，那我们看一看，这是保存非常好的平遥古城。平遥古城的级别第一，它是县城。现在西安的古城说是都城了，也不是啦。那明朝修宅它已经不做都城了，那时候相当于现在的州城，那州一级的，这省一级的吧，那这是县一级的。北京那是中央的，那是帝都，那帝王的。那么平遥古城的这个马面，我问过他们说不能超过十米去，超过十米就出问题了。平遥人说会出什么问题啊？我说你们的县太爷就得绑到北京砍头了，那叫越制啊。这知道了，那这个城墙远不能和北京比。但是有一点，人家平遥古城保留的比较好。我们的都城虽然很重要，但是保留了只剩崇文门这一带了。这是老照片让我们看到的非常那雄伟的这个城墙。那这个驼队走的时候，城墙外头能感到城墙的高大雄伟。那在这个崇文门那这个拐角的地方还保留着城墙，这是通火车的时候那开的门洞，就环城铁路的时候开的门洞。你看这上面都是我们捐献的城砖修复的，颜色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讲了一段城，下边时间呢我们就开始讲讲城里边的胡同。那老北京城胡同四合院，那为什么讲这个题目，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关注北京，就一想就想到这仨词儿。那据说上次咱们搞胡同展的那这个档案馆的这王兰顺跟我说英国荷兰好几个国家找他去办展览，办什么展览，人张口就说北京城胡同四合院就要这三样东西。那么我们讲一讲胡同。胡同是北京独有的，胡同这两个字啊是从蒙古语译音来的。西京志记载啊，那这个通啊是地方的方言，那这个巷通是地方的方言，那就是胡同啊，它是北京地方的方言，有700年的历史了。那么胡同的解释当中呢，现在呢经过这么多年研究呢，那有很多种说法，但是我归纳主要两种。哪两种？一个是水的说法，一个是火的说法。本来说水火不相容啊，那前两天我看一电视新闻说那个地方啊冒着水还着着火，那水火有时候也相容。那北京胡同说水的是因为水井，说火的是火象，那主要是这两种说法。那我们看一看，我们北京史研究会最早研究胡同的比翁立还早。这个研究员叫曹尔四，他呢在80年代就写这本书《北京胡同通谈》，他认为胡同一词最早见于元曲，元代的这个曲剧里头就有。而且他说的非常具体，他说关汉卿编了一个元曲叫《单刀会》，这个单刀会，关汉卿在单刀会这个剧曲里就有这样的词儿，叫杀出一条血胡同来，那就用了胡同了，杀出一条血胡同，胡同是个通道，那看来是个通道。那而且在元代另一个剧里头，沙门岛张生竹海里头一段对词里头也提到了胡同。那
这个序当中啊，这个张宇问梅香，你家住哪儿啊？梅香说，我家住砖塔胡同啊。这砖塔胡同现在也有，就在西四丁字街这儿，那一会儿我们会看到。那曹先生认为胡同是由蒙语浩特转来的，浩特的意思就是居住区，而居住区呢往往和水井有关系。那么他认为呢，聚落中心是依赖水井。那么这个地方呢，蒙古人管这个有居住区的地方就叫浩特，所以他们现在有呼和浩特、二连浩特。那浩特原来就是草原上比较密集聚集的地方，有人住的地方。那有人住肯定得有水源呢。那所以他认为，曹先生认为跟水有关系，那和水井有关系。后来还有人，有这个热心者到北京数胡同，说北京的胡同多如牛毛，有名的三千六，那个无名的赛牛毛。那结果他捋了捋，据说有上百条胡同都带水。那有大甜水井胡同，原来安定门外就有大甜水井胡同，还有苦水井胡同，有琉璃井胡同，那砂岩井胡同，都那胡同都和那井有关系。那么胡同博物馆也认为，北京第一个胡同博物馆，一会儿我们会介绍，他认为这个水和这个水也有关系。那这个像和这个水有关系，那这是在胡同博物馆里头。那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和湖和这个胡同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认为呢，北方的民族那时候我们称胡人，那和我们汉人相通了，胡通。那这个解释啊，专家认为比较牵强，那比较牵强。那么我们就回忆一下元大都。元代的时候呢，是元兵从我们的南口，最近记载南口抗战啊，实际上是从八达岭居庸关南口一线成吉思汗的骑兵进了北京。进北京之后攻陷了金中都，两次围困金中都，最后攻陷之后，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来了之后，他就看上北京，刚才我讲的北京这片水了，他就住在北海的白塔山这点，他要求以这白塔山这点那为中心，以这片水那为根据来规划一个北京城。规划北京城的先生就是刘秉忠先生啊，那就把这水给了西城了，在水的最东岸划定了城市中轴线，修建了这个元大都城。修建元大都城前，这个两边街道就密密麻麻的胡同啊，修的是胡同。据说呢，这个北京城呢是三头六臂，是仿哪吒的。那实际上我说北京城啊是仿着一个人的形，仿着人的形。那刚才我讲了，河要堵了就相当于血管堵了。那永定门是头，中轴线就是脊梁，天坛仙踪坛就是左右肺啊。那就是这个城市完全街道胡同就是骨架，就是城市的骨架，是骨架啊。那么我们看看这元大都的沙盘，这是北京市文物局做的，它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个城啊是个长方形的，这个城啊我们后来是从这儿给切断的，这就是现在的北二环路啊，西北缺一角啊，这点呢就是北土城。那我们看元大都胡同在哪儿呢？胡同主要在南半部。那这是水，这是忽必烈住的那个北海白塔山，皇宫呢在它的最东侧，确定了城市中心线，脊椎城市的脊梁。那么这些小骨架主要集中在南边，城市的南边，密密麻麻的胡同大概都是横的，胡同都是横的，竖的都是街，横的都是胡同。元朝的时候，元大都城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城，它也奠定了我们北京文化开放包容，这是蒙古民族带来的新鲜的血液。就北京城在元代的时候，蒙古民族那进驻北京，那和这个汉民族共同缔造了这一个元大都城。因为统治者是蒙古的大汉，那这个是忽必烈，设计这个城的是我们中原的
汉民族的刘秉忠，邢台人，那刘秉忠确定的城市中轴线。那么这个城市建完了之后，那建设的时候，忽必烈呢就让蒙古人从草原过来，过来的时候就和我们今天城市化发生了很多相似的事儿。那总书记讲要留一点乡愁，留点什么乡愁啊？那就是要留一点那我们农村农业农民的一些特点，农业文化的特点啊，要让大家记得住乡愁。那现在我们有些新农村，你们有机会可以看一看。那有钱了，房子盖的都一样，房子盖的都一样，都是小二层楼。盖好了，本来觉得给大家做件好事儿，那农民搬进来了，搬进之后，他跟村长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说：“村长啊，我们家搬进去了，我们家还有一头羊拴在哪儿？我们家那鸡窝垒在哪儿？我们家原来呀，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现在变成楼了，我这个豆角南瓜种在哪儿？这个是无法解决的，因为全给弄成齐整齐的房子了，你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啊？是不是？”成吉这个忽必烈修完元大都城的时候遇到同样问题了，他呀挺高兴，说所有人到北京，我给你八亩地，你可以修一大宅院，然后呢为了防止火，我修成一个一个通道胡同，那整齐，那么好多贵族就高高兴兴搬来了建大宅院。可是也有一些呀跟他关系不错还立了战功的被邀请来北京了，来之后来成什么样你知道，赶着牛羊来的，带着帐篷来的，来了之后好几百只羊，你给他一个四合院，他不知道放在哪儿，而且他习惯了，他说我就习惯在那大帐篷里住着，那有战功来到皇上来投奔你来了怎么办啊？哎，忽必烈人家有招，那有愿意住房平房的，好，南半部你看啊，胡同四合院，这城的北半部，北半部什么样啊？深色的有水，这些是绿草地湿地，我给你留有不城北留有大片的湿地。你想想，这城南呢接近中原，农业文化农耕文化定居的，这城北呢靠近蒙古，接近草原文化，您赶着牛羊来的有地儿，那、啊、您搭帐篷有地儿，在北边，你看在北边。所以徐达进北京的时候，明朝徐达进北京的时候发觉哪儿不好管呀、啊、北边这块不好管啊，所以他迅速的把这个城从这儿给切断了，把这边那、啊、这个蒙古民族搭了一些帐篷，蒙古一些民族不好管理，那让他怕配合蒙古民族反攻回来，所以把这个城从这儿给切断了啊，切断了。那、啊、明朝初年这个城一下就变这么小了，从元大都这给切断了。那、啊但是蒙古民族带给我们除了包容开放的这个性格，还告诉我们城市要留有充分的空间，要注意生态环境，是不是啊？我们现在北京有个通风廊道，你知道在哪儿吗？好多人不知道，我告诉你，站在银锭桥向西看，就是总书记说的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但是我们乡愁弱一点啊，都搞成酒吧了，那点能看见西山，能看见后海的水，应该记得住乡愁，就是旁边是应该老北京传统的四合院院落啊。那个就是元大都规划前给这个城市留一个通风道。那现在北京城有时候雾霾多，好多人知道雾霾靠什么呀？就靠风。其实古年间没这么多人的时候，没这么多高大建筑前，古人都注意留一个通风，通风走廊很重要啊，这城市留一个通风走廊。那所以原来不知道啊，原来在这个积水潭医院里边光就起一个大楼把西山挡上了，好了，好多专家说不能再起了，楼多了就看不见山，那哎，水也显得小了，那然后你酒吧再多，那乡愁就没了。那北京城一样也有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回忆历史，
我们从历史中要得到营养，得到启发，那得到很好的启迪。这就是我给大家刚才讲到的砖塔胡同，那老北京的砖塔胡同，那砖塔还保留着呢，在北京市西城区西四丁字街，那据说这是有文献记载的北京最早的胡同的记载，所以人们称它叫北京胡同之根，老北京的胡同之根在这儿啊。砖塔胡同得名于胡同口这个塔，这个塔叫万松老人塔。万松老人姓蔡名行秀，那哎，自己称叫万松爷老，是辽金时期一个高僧。他们查阅文献时候发觉，这位高僧不仅影响了忽必烈，啊，还影响了他底下的一帮人。因为蒙古民族有个特点，就是他们南下的时候，那到哪儿都喜欢掠夺屠杀。那前一段大剧院上了一个大剧场，一个剧，我去看去了，叫《钓鱼城》。那《钓鱼城》那看半天明白了，蒙古骑兵攻打到四川的时候，遇到抵抗了，一个城拼命抵抗。为什么拼命抵抗呢？这剧情里演了，蒙古人举着刀屠城，屠城。攻下这城就屠了，就把人都杀光了。那边一看你屠城，我死守死守，因为攻下也让杀，那不如就死守了。就是看到这个蒙古骑兵南下的时候，屠城屠得很厉害。那你看那个戏剧在大剧院演的时候，看半天我明白了。那后来因为人一死守，还真攻不下来了。那真攻不下来了。那么。万松老人呢，当时看到蒙古民族在北京定都，他就提跟皇上建议，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以儒，用中国的儒学来治理国家，你光这么打打杀杀不行，待不长。那用儒，用佛，佛讲善呐，少杀戮啊。据说他的这个主张对忽必烈影响很大。以后后人尊重，非常敬重这位老和尚，那因为他提出的建议使蒙古民族迅速安定下来，减少了很多杀戮，所以后人纪念他，给他修了塔。就是咱们人一般死了立个碑，和尚死了不是，按你的修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德行，德行越高塔修得越高，他这个塔修了好几层，说明这个人的功德积累很高。在北京城里头有这么一个塔，非常重要。那它也是北京的一个地标建筑了，那也是北京城一个地标建筑。现在砖塔胡同有机会大家可以去啊，也是西城区修复的，修复完了之后也交给了文化活动。刚才讲了，燕翅楼交给了中国书店，是公家的。那这个砖塔胡同交给了一个民营的，那最早试验，那交给民营的，那正阳书局，要买老北京的书，旧书，到那儿买去，那里头藏着很多，那买很多，可以看，可以买。那北京的胡同平时是非常安静的，我记着我们的老会长曹子熙先生，他说他是天津武清人，解放那年。他们随着大军进北京了，进北京之后，他那时候给领导当个小秘书，住在东四那点。他说中午啊，人家都睡觉了，那时候他年轻，十七八岁，睡不着，他说就到胡同里头去了，他想到外边找人玩玩。他说没想到啊，中午的胡同里头，老北京的胡同安静极了，没有人，一个胡同一个人都没有。所以为什么说听到老百姓叫卖，一个胡同都能听见呀？那时候没有别的声音呢，不像现在嘈杂音很多呀，安静极了。他待了一圈觉得很没趣，又回来了。回来之后人问他说找谁玩了，他说谁也没找着，就听到树上的鸡鸟叫唤，整个胡同里一个人没有，非常安静。那所以北京啊，原来就是一个宜居的，它比其他地儿都更宜居，它不仅是生态的宜居，它在人文生活上是宜居的。那现在呢，它空间拥挤了，就不宜居了。那你看这个车在里头，那
解决胡同的停车问题是非常重要一个问题啊，因为胡同当年就不是给机动车修的啊，它的距离就不是给机动车修的啊。古年间也没听说谁家的轿子搁在胡同外头啊，没有啊。下雪后更是清静啊，这个北京的胡同啊，要有机会拿个小照相机在北京胡同里走走，既锻炼身体又拍点景，是个享受啊。傻瓜机嘛，拍不好删了就完嘛，是不是？多留点资料啊，有的是带有抢救性的。这是史家胡同与干面胡同之间的东罗圈胡同啊，我在东城区委党校讲课，胡同博物馆在史家胡同，他在干面胡同啊。讲完课之后讲的胡同，那外地人来了之后一说一定要看去，看了之后我就从这胡同带他们去，走到胡同口这儿，我问他们，我说你们看这胡同能通吗？他们不敢说话。我说北京胡同啊高深莫测呀，有的胡同你钻进去到头告诉你就是死胡同啊，有的呢看着很窄，一拐弯柳暗花明，非常开朗。我说这个胡同就属于能通的，一下就能拐到史家胡同去。那老舍住过的小羊圈胡同，每条胡同都饱经沧桑。那前几年我们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要旧城改造、危旧房改造，认为这个胡同破了就得改造。其实很多人来了之后说，我们就想看到他那个历史沧桑的感觉。那当然危险了要修一修，那要塌不行，是不是？哎，但是呢要修旧如旧，那这样你才能有乡愁，你才能保住这个啊老北京的这点风味。那东厂胡同最近在美术馆对面，最近我一看胡同没了，一座大楼方方正正的大格子楼又起来了。那东厂胡同是明代的，非常有特点的，明朝的特务机关在这儿。那我们当年拍下的照片，那时候还是彩卷的啊啊，这个照片有，底板找不着了啊，这个都不像是现在数码的。那丰盛胡同，每个胡同为了加强它的文化，最近我们在胡同口这点都介绍胡同，一介绍才发觉这一小小块板完全容纳不了这条胡同的文化，太丰富了。那原来古年间的胡同也有缺点，也不是说没缺点，据说老北京人讲胡同啊叫做无风三尺土，下雨一阶泥。我小时候都是，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家雨伞很少，因为雨伞都是那种油的，那拿着油浸过的，一般一个雨衣要给一个雨靴子，一般人出去都有一个胶靴子，为什么出了门口就得踩泥塘子了。那么现在我们每条胡同基本都给修缮了，做了很好的地下排水设施。那现在北京胡同有里的最具特色的南锣鼓巷，那据说外地来了人，那到北京原来啊一下飞机就说去潘家园，那司机也知道从首都机场一下就能到潘家园去了，原来那几年潘家园还能买点旧货，现在啊不提了，哪儿去了？锣鼓巷，一下车就奔锣鼓巷来了。那锣鼓巷又是地铁的8号线、6号线的出口，那交通也方便，那这是南锣鼓巷的南口。锣鼓巷紧挨着玉河工程，刚才一上课点我就说了，总书记视察北京的时候沿着，本来我们想让他看看这新修通的玉河，走到这时候胡同，这个总书记说呀，这有个雨儿胡同，哎，小时候我在这儿生活过，我要到胡同里看看。这一看我们陪着同志紧张了，啊，没准备呀，没准备让看胡同啊，胡同没准里头还脏乱差，没底呀，啊，所以赶紧总书记说我们呀要准备怎么怎么样。总书记说别说了，别到时候今年我参观来了，明年你给我都修成大瓦房了，坏了。说不是你要怎么样，要听听当地老百姓要怎么样，他
他们希望这胡同应该什么样，问问当地的人。所以这几条胡同现在咱们市委郭书记承包了，那雨儿胡同、帽儿胡同、蓑衣胡同，调研听老百姓说要怎么改造，不是急于好领导一来第二年全给我变成新胡同了，麻烦了。那所以北京城旧城，北京城这文物保护又出现一个新思维，不要仅仅是长官意志，一定要听一听当地老百姓，因为当地老百姓在这生活，听一听他们的意见，这个思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锣鼓巷是一条南北的走向，南北走向的巷子和八条胡同并列，八条胡同。那为什么叫锣鼓巷？一查史书，原来叫锣锅巷。原来为什么像锣锅呢？说它两边低，中间高。那后来说叫锣锅巷不好听，那这有点歧视人家，人残疾人是不是？哎，喜庆一点叫锣鼓啊，锣鼓多好听啊，是不是？锣鼓巷啊分南北，过了鼓楼大街还有一个北锣鼓巷呢。那么开发的时候，人们又发觉北京的商业有一个特点，你们以后慢慢注意注意啊，特别女同志爱逛商场的，北京的商业街一般在600米左右，就是说我们原来王府井大街从南口到北口我们扩充完了，又想再继续往北边再扩，然后王府井大街长一点好不好啊？长一点不好，为什么？因为人的审美大概在600米左右，就你逛商场的人，女同志可能体会更深点，600米您逛商场，600米之后商业就会重复，商店就会重复，人们逛商场的体力就会出现疲劳，还有一个视觉就会出现疲劳。所以好多人就问说，为什么开南锣鼓巷，你们北锣鼓巷也开开，南锣鼓巷都急死了，北锣鼓巷开开，我说再开啊走不动了，那也过了还隔一条马路，哎，主要是南锣鼓巷。那南锣鼓巷现在呢，这个巷子旅游当中是怎么逛，那要是外地有朋友让你逛南锣鼓巷，我告诉你一窍门，我每次去走棉花胡同，东棉花胡同，那因为西城那边还有一个棉花胡同，在地安门那边还有一个棉花胡同，那东棉花胡同进来，那东棉花进来看到一个雕花的拱券门第一课，然后是锣鼓巷的文化的特色，就是话剧，中央戏剧学院在这儿。现在我每次讲课啊，因为是给他们文化部管理干部学院讲课，他们来人之后，他们就在这个实验话剧院这租下场地，在这讲完课，那进来的时候车停在安外安定门这内大街里头，那然后从东棉花胡同进来，先看一下垂花门装花门，然后到这个戏剧学院这礼堂实验剧场这，然后我们在这讲课，讲完课之后我带他们走帽儿胡同，走帽儿石胡同，然后到这儿到玉河，玉河从雨儿胡同回来，从这儿上车回去就逛一段，其他地儿其实还可以看。那么这一点就给他们讲俩小时，哎，这一点他们就觉得，哎呀，北京这锣鼓巷太文化太深了，太多了。那但是没人讲，好多人也跟我说锣鼓巷跟个大集市似的，那没文化。那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沉下心来看。那这是锣鼓巷内部拍的景，那这就是一进东棉花胡同看到的砖雕拱门，有机会一定要去啊！现在是既不收费也没人管，还是可以找啊，非常细，在北京城能找到这么一个雕刻这么细的砖花拱门真不容易。砖雕拱门位于东棉花胡同15号，是清朝末年吉林将军凤山住宅的一部分，那就是二门一个一部分，外边大门，里边进二门。北京人讲究什么？不露富，有本事有才华，老是很谦虚，家里有钱也不露富，那外边四合院门口很朴素，里边装饰的好。那据说呢，他呢这个家境非常殷实，有钱，跟慈禧太后交往也挺好，到北京来住在这儿，那住在这儿。现在这个
砖雕拱门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然后我们沿着这个讲完课，我们就一般沿着帽儿胡同，哎，帽儿胡同最值得走，这条胡同最长，古迹最多。我们先看到了文玉旧宅，旁边是可园，可园跟它是在一起的。这个地方解放初还做过朝鲜大使馆，那这次朴槿惠来了之后要那去找当年那他去上海这个地方，那就是当年抗日时候那这个韩国到中国建的一个领事馆的地方，那这解放后做过朝鲜大使馆。你看外边这门脸，这就是一个那金柱的大门，里边好几进院落，那这个就保留着沧桑感。门口拴马石，你看这双马上马石啊，非常清楚啊。这一大户大户人家，文玉是满着，这是清朝末年的总管大臣，拜武英殿大学士，那宰相一级的啊。他建的据说是五进院落，非常可观啊，非常可观。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这点值得照啊。门口还有一个广场，门口还有一个空间，非常好。再往前走，婉容出嫁前的旧居啊，那非常遗憾，这么重要的，很多文化部的那个各省的文化局人来说，哟，末代皇后的地方，只要在国外，那可了不得呀。我说在我们这点就是老百姓家，没人管，那真是那。婉容旧居，北京旧城东城区鼓楼帽胡同35号、37号，它是清朝末年婉容出嫁前的住所。那出嫁前的住所，那个我到韩国去看人家那个皇室的一个成员的院，那保护的，哎呦，那非常重视。我们这其实非常重要，就北京啊，这名人太多了，就整个锣鼓巷，那茅盾的故居、曾格林沁的、什么蒋介石的行辕，我一看，哎呦，弄不过来，太多了，没时间，没法修缮。但是锣鼓巷要提高，并不是增加几个小门脸，卖点冷饮和什么东西，酒吧需要很好的加大对这些名人故居的修缮保护开放利用，这是非常重要，因为它记载的就是一部北京城的历史。那我们看看照片就行了，时间关系我们就不细延伸了。那玉河，这就是玉河，看什么，出了帽儿胡同，大家看一看玉河修复工程，两边是新的四合院。那河流当年船是从这儿进的北京城，还有遗址，那我们能看到当年的遗址。实际上往南边沿着齐河楼，为什么叫齐河楼？沙滩儿，那一直走下去到正义路，正义路就市政府前面那个绿地，那原来都是河，很多暗河都变成了暗河，都修了马路了。那点应该出去，为什么叫齐河楼啊？齐着河上面有建筑，沙滩那两边河边，那所以那地名现在都有，那原来都有水的啊。现在我们把土扒开，发觉下面的河床保留的非常清晰。这就是雨儿胡同，从这儿看完玉河，我又带他们从胡同转回去了。那这是总书记进的胡同啊。这里边有著名的齐白石的故居，那齐白石的故居，那齐白石的一个纪念馆，那还不算故居，齐白石的一个纪念馆，那在雨儿胡同13号，里边有齐白石像。你要是参观胡同走累了，这个门票也不贵，5块钱，坐在里边可以喝茶喝咖啡，能欣赏齐白石的大写意绘画啊，它是水印木刻的，就仿制的，那但是很真实。那讲完了锣鼓巷，我们再讲一讲胡同保护比较好的一个创新的，就是北京市第一家胡同博物馆，在哪儿？在东城区史家胡同，这点去，那不收门票，完全公益的，而且平时人不是很多，非常清静。我觉得要带孩子，带外地来人，要了解北京的胡同，这个胡同博物馆是第一选择，是非常好的选择啊。这胡同啊，史家胡同从西口进来，一下就能看到好几座保护非常好的大四合院啊，四合院。这是胡同博物馆啊，胡同博物馆啊，公益的，免费的啊。
胡同博物馆呢，位于东城区史家胡同24号，房主人林淑华是民国的一个文化人，他呢从小就喜欢绘画，喜欢写作。那他的家比林徽因的太太的书房还要早10年，他们家就是一个文化人聚集的地方。早期中国画的大师齐白石比齐白石还大的陈师曾都在这点儿。那陈师曾跟那个吴昌硕是一辈儿的了，差不离的了，那都在这儿，那画画，那他也画画，那当然没有成大家，而且还写作。那他们家就是一个文化之家，定期有人来。那解放后呢，他爱人呢到联合国任职，那国民政府派到联合国任职，后来呢转住到英法，他就随着出国在国外了。那到他快90岁的时候，那他突然感觉他的生命不多了，他就提出跟他女儿说，我要回北京看看。啊，最大的一个愿望，临死前要看北京北海的白塔，那得满足老人的愿望啊。我一看老满发苍白了，用急救车开到北海东门，用担架抬着去的，看了白塔高兴了。可是看完之后他又提出个问题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妈叫我回家吃饭去呢，说你们家在哪儿啊，回家吃饭去。老人突然脑袋特别清晰了，年轻的时候特别清晰了，我们家住史家胡同啊，他们家住史家胡同，那赶紧往史家胡同一联系，那个地方啊现在是史家胡同幼儿园，那赶紧得通知啊，老奶奶要回来呀。那史家胡同小孩捧着鲜花门口迎接老奶奶，老奶奶一看家住这么多小孩高兴，那说这宅子怎么办，人家回来了，人是主人呐，人家解放前走的，有产权的。老奶奶说我不跟小孩争，房子捐给街道，但是有一条，做公益活动。为什么说他不收费呢？做公益活动啊。那么这个房子无偿的捐献给我们做公益活动啊。民国文化名人林淑华的房子，这是他那房子。他们家呀，哎呦，大户，前门在干面胡同，背后是史家胡同，他们家横跨一条大胡同，这就是当年呀，忽必烈进北京的时候，每家分的大宅院，大概，啊，哎，这个距离，正房原来在前边，现在都住着人呢，原来林淑华就住在后边这个院里头，就住后边这个地方，他结婚的时候。他爸爸说干脆就把这后花园给你吧，做嫁妆嘛，所以这是他做嫁妆的地方，在这儿史家胡同，在这儿，这值得去啊。嗯，现在变成博物馆了，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这个展览我认为展览北京胡同内容是比较全的，既有文献又有图片，还有这个模型实景，那还有老北京的收藏，那介绍比较细，还有文化名人。我一看北京很多文化名人都住这儿，说解放北京这儿的负责一坐哪，那时候老知道要解放北京了，我们第二党派副东局回来了，他女儿做他工作，他们家住哪我一直不知道，我说他妈就住史家胡同哪。名人故居我都不细讲了，你们去看去啊，我都讲了你们去看，你没意思，你们去看你会发觉很多收获。这是胡同，这博物馆后身，那这是博物馆旁边还有多功能厅，如果单位还可以联系过多功能厅办讲座讨论开会。那么剩下的时间我们再讲一讲老北京的四合院，这是一个老北京四合院的平面图。那胡同里头最小的细胞就是四合院了。那我们讲城有大的街道，那北京大的叫街，长安街。那哎，再小一点的南北走叫巷，刚才讲锣鼓巷，巷两侧都是胡同，胡同里头就是四合院。那北京的四合院
有什么特点？它和所有的四合院是不一样的，它讲究啊，长幼有序，就住的不是瞎住，这四合院谁想住哪住哪不行啊，长幼有序。那、啊、哎，这个建筑啊，那是符合这个北京的这个自然环境，就我们说的风水。那你看，一般的门开在东南，不在正中间，正中间那就是庙了，不是人住的地方，那是成庙了，是不是？哎，靠东，东边后来查了，八卦里属于巽位，巽位啊，进财的。因为北京城啊，为什么开在东南这儿？他们还真做过研究，就北京这个地方叫做季风气候。什么叫季风气候？冬季漫长，春秋辗短，夏天也长，但是这冬天谁也没尝过冬天去啊。冬天11月10号生火了，一直到4月清明后才真正走出冬季，就是冷才能过去。北京的一个特点叫季风气候，刮季风。什么叫季风啊？冬天刮西北风，冬季刮西北风，夏季东南风多，东南风多。那这两个风有什么区别？太有区别了。现在大家穿的都好了，我小时候记得那时候啊，里边啊没有毛衣秋衣，基本上裤衩背心套一大棉袄棉裤。那冬天一出去刮风坏了，那风啊从袖子里往里钻，从裤脚底下往上钻，从袖子钻，你这能钻到哪儿？能顺着胳膊到胸前，你感觉胸是凉的，凉风啊。而且这个凉风有什么特点？叫刺骨寒风啊，刺你的骨头，你感觉真凉。冬天出去刮西北风啊，老北京人说像小刀子刮脸，脸啊，所以女同志要围上个纱巾，那要男同志要戴那个大卷毛帽子，把耳朵要护上，那为什么？这寒风厉害，这寒风呢，在这个老北京人眼里就认为啊。它主凶，它有破坏性，而且它长啊，所以北京的城墙西北修高大一点挡着这个风啊。所以北京选地儿西北都有山，哎，这个地方为什么好啊？我们在山前向阳，那、啊、这个地方环境好，我们西北有大山给挡着点西北风。到城西北城墙修高大一点，我们北城墙13米，一般城墙11米，外城刚才讲了内外有别，外城大概7米多8米，那是有不一样的。这城看着一样，其实不一样。到一个院子，北房要高大不留窗户，高大就是挡着西北风。哎，一到春天了，那来点雨水了，春风拂面，那时候叫春风啊。尤其现在早晚大家小风一吹，哎呀很爽啊，好。所以东南，所以北京城也是，刚才我们讲城墙城门前没说，崇文门在东南，就是基本就是巽位，就是四合院里门的位置。崇文门干什么用啊？进钱修收税，刚才大家说了，内城九门里就它是税门，进钱的啊，收税。那北京城四合院门选在这儿，外边也一定要有一个隐蔽啊。有一什么隐蔽？刚才讲了，北京人呐、啊，喜欢自己的隐私不露，自己的富啊不露，那哎挡上点儿，那这是外边有隐蔽。那进去啊，因为他在东南，他就不正对着大房子了。一进去，先看到内隐蔽、外隐蔽、内隐蔽，内隐蔽一个大福字啊，你到这个院一看，福就来了，你多好啊，多吉性啊，多吉祥啊，那。然后进了这个二门，才看见垂花门，这叫二门。刚才我们讲那个拱门，砖雕那拱门，就是大概就是二门的位置。二门进去，这才进入主宅。刚才讲长幼有序，老爷子住大北房，好一点，两边还有两个耳房啊，耳房，那有做书房的，做起居的啊。大北房一般是中堂会客啊，正中会客，那八仙桌大条幅，那
几个大瓶子一摆，那气魄是不是啊？儿女那住东西厢房，住东西厢房。我们鼓楼大街那有个豆腐池胡同，有杨开慧他爸爸那杨昌济的住宅。原来以为那是不要挂一个毛主席的故居，其实那不是毛主席故居，是啊，是杨开慧他爸爸杨昌济的故居。杨昌济啊，是北大的教授，原来在湖南教哲学的。那毛主席上我的课，所以毛主席到北京来了，找自己的老师来了。找老师的时候，进了四合院之后，住哪儿啊？客人，客人住这南房，倒坐南房。南房啊，因为他背光，有时候这点存书、看书方便。哎，毛主席爱看书，据说他和蔡和森住在倒坐南房。杨开慧、杨开志吧，就是他兄妹俩各有一间。然后杨昌济住正房，那讨论问题上毛主席有时候到大厅那讨论，后来认识李大钊，李大钊给他找工作，到图书馆做个图书管理员，那年轻的时候的事儿。那么长幼有序，那北京人这住房子不是瞎住的，那外边基本上那看到的是墙，里边别有洞天，那而且里边种树都讲究，有大树遮阴凉，有小树，像这个季节桂树、桂花开了，那然后还有花草，还有鱼缸。那北京人这生活情趣蛮高雅的，那我只很丰富。那有的再富一点，后边还有院子后院，再多一点的在这边还有花园。那啊，有的是刚才讲的几进院子，一进接一进的，有钱就往后马呗。那讲究啊，北京这四合院讲究。那我们细部的再看一看，北京四合院也是元代，是院乐式的民宅。那元建大都的时候，街巷横平竖直，大街扩24步，小街扩12步，那是有规定的。那然后胡同都是东西向一条条的排列。那这个忽必烈曾经颁诏，就是到北京来规定每户建房最大可以占到8亩地。那这一政策白给土地白给地那时候啊。那么元朝很多统治者和贵族都纷纷迁入到大都城内，大都城内出现了大规模的建造院落式住宅的现象。那么在胡同两侧院落从元、明、清三代。那么现在保存比较好的，我们能看到的就是从东单到这个新街口，那这个东单到北新桥，西单到新街口，这两条街两侧都是整齐的胡同，那都是胡同。那现在呢，四合院还注意植被的保护，那据说门前一棵槐，升官有发财，所以这树是非常重要。那这个文化，老北京人这还穿免裆裤的，那这都很少见了，那很悠闲。那么时间到了，不知不觉时间过得真快啊。那么今天课就到这儿，谢谢大家听讲。